哟 ，Hello， 欢迎来到自告收藏，我是橘子。今天我们要来分享是 Mega House 给炉子系列《鬼灭之刃》香奈乎。这次与前一款蝴蝶刃相同，使用了全透明的地台，所以日后还是需要小心移动，以避免刮花的状况发生。这款的预购价为台币3750元，展现出单脚站立向前跑动的模样，右手握着招牌的粉红色日轮刀。整体的高度约为19公分，或许是因为身穿长裙的关系，所以在身材比例看上去多少有点五五身的错觉感。不过重点还是裙底下的胖子，果然没有任何马虎。而在面相方面，我想大家或许要习惯一下香奈乎这深色又不带情感的眼神，再加上唇色并不如预期中的粉嫩，所以看上去似乎有点过于成熟了一些。不过头发的鬓角与蝴蝶发饰则是有不错的表现，还有这里衣服的用色，在高光渐层的使用下也看起来不会过于的单调，背后同样有还原出鬼杀队招牌的灭字号。除此之外，白色长靴上的鞋带也是令人感到很精致的部分。最后就是此次香奈乎手握的粉红色日轮刀，我想最难还原的应该就是那细致雕花的刀弹了，也考验着日后各家 PVC 厂家的做工水准。那我们也期待一下之后的 Fate 与 Oluta 的版本吧。那么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影片，最后也别忘了订阅加开启小铃铛哟。那我们下次见。